家好，我是巧克力那办公室的小董。现在我站的位置是我们一个百货基地上。啊，这个是基地老板杨氏。杨氏，你现在挖的这个种球是哪品种？苏板王。你今年是阳历年的种，是吧？是的。你种的时候是多大的种球？是24年。然后就是说，你这些经过一年的养种，你养种的时候，我听你说是用过公司的产品，是吧？嗯。你用过几次？用了2次，巧克力嘛。你做干撒还是铺水肥铺进去？铺就一刀，撒就一刀。你现在挖的这片锁棒种的时候是12、14那个？是的。啊，现在你这个种球像现在这些直径是达到基本是16、18加以上的了，是吧？这些种球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。哎，感谢杨氏对我们公司产品的支持，希望杨氏在百货种植道路上嘛越来越好。